蔡英文表态挺林地坚，但是中嘛讲先相信东来的人。台北市长郭文鼎就口说，讲所以是无要相信台大妈。蒋万安是批评民进党是帮派帝国。吴珊珊是讲，看到论文风波，只会想到爱安怎教囡仔。但是中回应，和体制来证明事实。由吉安化声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市长欧文辉志刚展现团结气势。最近林地坚论文风波的滚架，陈市长一句先相信同志，引起台北市长郭文泰口舌，所以今次选择无相信台大。对手蒋万安也批评民进党帮派帝国，要讲真话真不简单。我选择挺台大，那民进党包括陈市中选择挺抄袭的林智坚。那我们就让民众自己来选择。我要向王世坚议员说一声 respect， 在民进党内很难说出坚持是非的话，因为民进党现在帮派治国。哦，林智坚这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一向我没有改变过。大家这是要用事实来证明，这都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一个名誉，很草率的去做评判，坦白讲都有一点不道德了。但其中也以郭文泰叶克膜器官移植争议为例，强调事关个人名声，无明确证据就下结论是无好的代志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靠这看到论文争议，只想到要安怎教育囡仔。对林地坚批评中华大学学论会上下字，佮违背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，就等中华大学的结果。这个事情我看到只想到说，我要怎么教育我的小孩？留给人民去公平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个民进党的候选人全部一个透出来问嘛。你选择相信自己同志，还选择相信台湾大学？每个都要表态。现在全台湾人民都在等中华大学的判决的嘛。反正他也拖不了一个礼拜嘛，一个礼拜内应该会出来的吧。首都三件三卡都激烈，南亚参选人蒋万安奥运会，用吴总会长郭碧珠都表示，绝对未出现弃保效应，也进一步分析75%中间选民，也是左右胜负的关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